吴依林，因着这壶仔水，一点仔就好啊。别人恁拢无效，干那伊有效。伊嘛会当哦，甲迄壶仔水放伫大家冰冷的汤内面，也确定吴依林有啉着这水。啊，煞来，煞来哦，迄着给甲朱晴天去办登记，到时阵朱晴天伊命格内面。 确定是不该人，咱刚一个休息的时间，你要赶紧在发出消息之前，甲完成。即摆已经伫餐厅内准备要取材，我马上过来。 快些！哦，晚上你当我着，开始起食未？马紧啊，多起食尔啦，来，坐来吃。哎，我甲恁讲哦，阮饭店的汤哦是顺德民族去做的，人讲哦，食出广州，出出顺德，顺德民族去做的粤菜才是正宗啊。哇，你连这拢知影哦？哦，这你就唔知啊，哈，我啊什么拢袂晓，啊，不过吃完了第一名。 哎，那开讲那吃哈，麦去起来来来，进来。这鱼汤啊，这鱼汤就厉害啊！就一点嘛，唔知敢未启动白发术？都已经过八点钟了，哪还没启动？
要马上带晴天去登基，予伊洗是欲界人，死是欲界鬼。我要马上带晴天去登基，予伊洗是欲界人，死是欲界鬼。这样你着急要创啥？咱的婚礼还没办呢。无啊，讲伊登记好啊，啊登记是登记，婚礼是婚礼啊。伊若是拣好日子，结果为虾米重要代志是要安怎？所以讲哦，形式无重要，登记妥当才是上要紧。嗯，登记是好代志啦，啊，不过我感觉嘛是爱甲恁厝内人通知一下较好啊。唔是哦，我时代足侪规矩的，啊，少年人哦，无需要做时代甲你红啊，对不？划定期就定期，安尼才能证明伊人对晴天哦的约束是无法度予任何人去改变的。今嘛随带你来去登记，我等袂赴啊！晴天，我今嘛就随带你去登记，我等袂赴啊！哎，依林，人求婚是单膝跪地，你双膝落地，是跪爸母啊！我无早先婚前甲伊那个，还是要来登记啊？我嘛无早。好啦，兄弟，我去帮你提啦，为着我知影你讲对啊。啊，晴天你嘞？啊，我放伫个公司啊。啊，无安尼啊，我打电话给我学姐，叫伊送去户政事务所就好啊。啊，好，紧紧紧紧紧紧，来来来，紧紧紧。阿妈，那还是你来哈、啊？林学姐无闲，爱去采访啦，伊也无时间过来，所以就跟我联络啊。嗯。还是讲，依林的阿公甲爸爸出来讲亲情尔，大家搁咧讨论咧婚事的代志，啊，敢有需要才赶紧来登记啊？阿妈，啊，着急的人不是我啦，是依林希望赶紧办登记。哦，咱新登记嘛要紧用着婚礼啊，而且，阮阿公甲阮爸嘛一定足欢喜的。我的心甲晴天登记，是要表示我对伊的心意。安尼，你敢袂使理解啊？你想有加刀？我有。恁哪会扎卡刀啊？要用的时阵都有啊！你看，即马唔都用会着啊？诶、欸，这敢会使？雷平姐啊，到底什么情形啊？这是一种假的亚麻笋。啊？可恶，白鹤属于破解啊！阿姨，什么是假的亚麻笋？这款法术会当交人的魂魄，做法的人伫远远的所在，就用来控制。我们要去用高级这个人做一挂代志来达成伊的目的，这是一款邪术。啊！
发生哪样风波啊？哪样呢？敢是那边？麦叮当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走不去。我叫你麦叮当，你是无听阿信。你这个贼人来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偷摕物件，偷摕到阮家来。啊！要受这罪子。那我就把手办法好不？你要是受罪子，这话。我好赞成我听阿客伯讲过，是啥准你入来我的厨房的啊？就算讲，让你入来阮家住，嘛不代表讲你会当出出入入安尼自由自在呢。佮讲我是贼啊！你这……哎呀，你老皮会安尼？啊，猜下。因为哦，伊都脑瘤啦，所以他读袂着吼，都流鼻血。阿伯，刚需要送你去病院啊？免啦，我有代志啦。啊对啦，啊拄只你毋是陪阿妈去踅街，哪会这么紧就转来？因为彩霞阿哥惊阿妈会受忝，所以就紧要买回来。哦，阿唔紧带阿妈，伫个房间休困。我哪感觉伊阿足讨厌啊！憨草囡仔，你莫咧乌白想啦。啊，就准讲伊甲飞鸿交情搁安那好，嘛袂讲好过哦，也过咱厝内面的人对无？加一餐嘛都好啊，你莫咧想遐济，嗯？啊，你唔是讲？要甲重点填补啊！咱紧来准备，来去。阿冠，你好徛创啥？你着知影讲恁阿伯上摆有人入来伊的厨房啊，紧紧甲阿妈出来去，好。